啊，这安尼对咱未来多功能经贸园区的发展，实在是这是一个足好足好的开始。啊，大家知影，市政府为着鼓励多功能经贸园区，我们在 DC21的开发啊，市政府有鼓励，讲你啊六年来六年内我。谢谢，我们邀请呢，我们贵宾来进行我们的剪彩仪式。